由呢個商場Target睇睇，呢度係正門啦，今日都係唔算多人嘅。 今日出面嘅天氣非常熱啊，90幾度，目前啊應該80幾啊，話是80幾度，再晏啲就90幾度。大家好啊，如果喜歡我視頻咧，請訂閱、點讚，多謝大家。嗱，今日睇下啲商場，呢度 Target， 啊呢度啊。 应该系航运嘅货，如果系冇中国货咧，死得啦！睇下，空空时啊，美国冇啲中国货真系唔掂啊！睇下啲价，而之前咧摆到满啦，睇下冇晒啦，嗱睇睇。 单车都冇得买咯，之前啊摆到满，即系中国人唔到货咧，好大影响。全部货都系揭货噶，睇到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<笑>真可以搞笑，而且咧依家啲货物咧特别贵。 嗱，呢个写住啲货物就快到啦，无论乜货物都缺啊，乜货物都唔够啊，睇下呢啲啊都唔系咁好买噶，一样缺货。电视啊应该仲有嘅，都唔一定啊，呢啲系 display， 即系呢个系 sample。 俾你哋睇嘅，所以啲嘢特別貴就咁啦。點解咧？冇貨到啊嘛。<笑>連啲女裝絲襪都缺貨，嗰度比對。最唔缺貨啊，香蕉啊，香蕉啊。 食物就唔會缺，嗱啲 ham 肉啊，smoke， any smoke。果汁啊，就唔會缺貨嘅，因為喺美國製造。啤緊啤緊咪幾多錢？不過啤緊有好有唔好嘅，因為少鹽啊。 哇！啲抹手指就多啦，之前啊抢到啊，咩咁？啲厨房纸，哇，真系多，两边都系啊。嗱，呢度系狗粮、猫粮啊。 美國啲狗狗好幸福㗎，食好嘢㗎。如果個主人捨得買嘅話，呵呵你睇下呢啲維他命嘅，10幾蚊啊！啊，呢、這個狗嘅咩啊？狗嘅 snake。